是大声。他一直往这里看。卡卡，是球球吗？卡卡，我们家里有啊。阿波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看到那个变起来了。我是窗帘哎，你怎么看到？我是窗帘。还哭哭。哎，我笑你笨。他没有哭哎，你成功哎。哇，他没有哭嘞，你好棒啊，你是哥哥哎。要喜欢吗？要喜欢吗？你在吃什么？你吵我，你吵我。你遇到我家。为我去打仗的，打仗，快跑！有了有了，走走走走走，一同去加油。好，谷物包覆，站好，帅，棒棒。好玩吗？好玩哦。奶球糖来了！阿伯，哎，哎，弄不呀 ？Go！头很痒哦，头突然很痒，头很痒哦，头突然很痒。等一下，妈妈的爱是笨蛋，快点彩色来弄，彩色还可以吗？你吃的津津有味，又不可以，可以吗？这个菜还可以吧？啊，妈妈煮。啊，妈妈不在你的那个小五哥。我看阿伯吃到就开心。这个。赞赞赞。开心。开心。啊，你嘛有，你嘛有爱心便当，我看你彩色。好好，我给他们边吃边喝，我女儿的便当一起骗，赞啦，好不好吃？赞。哎，我不要，我不要沙发了。好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我们来走迷宫。为什么不会迷路？我们没有乱走。你要选哪一边？这边。好，龟龟带路。保护，你可以保护我。会。
目标是找到阿波。哎，这里要出去了吗？波，你来公园玩沙、哦。你要把这只脚埋起来哦。哎哎哎，没有必要躺着吧？有需要躺着吗 ？Hello 。开心吗？我在上面。你在上面呢、哦？哎呦！转转转转！哎，你还好吗？他真的是在学校会被打，会被打，会被打。蔡宝，木头人，一二三，木头人，哇！草莓人，采草莓。那我明天。大概只采了20分钟的阿波，好像很辛苦的样子。其实也才来20分钟，很累啊，很累，赶快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冰淇淋。哎，这阿公的冰淇淋，整个被霸占。吃冰淇淋比采草莓开心。阿波，阿波冷静，阿波冷静，阿波冷静。头很痛。冰冰也想想给哦。哦，没有了啊！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我还没。啊，这边就慢慢吃。对，完全不同的画风。哎呀，这就是我们最新的单元波能周记啊。对，假如说这个波能影片好像比较少一点，对，因为它真的是比较难拍一点，比较难拍，容易爆气啊，嗯，所以很常拍到他那一些生气的片段，但好像大家发现他生气也是蛮可爱的，因为后来发现他生气是故意生气，很喜欢看他生气，对，周记就是记录他一些日常生活，这一礼拜到底在做什么东西啊，那希望大家要喜欢，对，那大家可以当这个家长啊，对的感觉，然后在下面写一些评语，帮他写评语，对，写联络部的评语啊，建议留言哦。然后如果喜欢的话，帮我们按个大拇哥。